是富兰哥的场面。在这一季呢，富兰哥拿到了十次的救援成功跟三个中继点，0.76的 ERA， 依然是非常出色的终结者的表现。所以呢，在今年他又再一次的入选了中职的明星队啊。那在六月份现阶段还没有出现过夺三振啊，那被打击率呢也压得还算低了，只有20%。好，这是游击方向的滚地球，池恩齐稳稳的收，顺顺的传，解决掉了刘奇宏的董子恩，守得很浅哦，直接往前冲了。好，投手下球之后，按照捕手的指示哦，那是一个三振出局，也就结束了魏权在九上的攻势，留下了残垒，双方还是4-4平手。家人来了啊、哦，这个富兰哥的家人也在场边上。那富兰哥呢，要进入到跨局的投球。好，三垒收球之后传向一垒，好，打进场内收球，好，转身传一垒 get out of here。这是一个一垒的出局，而且呢，因为缩小防守圈，所以刘俊伟呢不敢向前推进。Nice play 哦。嗯。对，郭天信还是厉害哦，那高位的球还可以有一个准确的 contact。嗯，把球打在场内。哦，陈启用滑接的动作，很快起身传一垒。今天贡献了2分打点。好，这是一个滚地球，收球之后直接抛二垒。卫权在第10局的上半，李凯威的安打带打点5-4，卫权领先。